哎，我好像都看到了。哎呀，你只看到一个、啊、看到一个算不算？算一个啊。你看到一个算，你看到两个算不算？有人要打电话给我吗？啊，打电话要再放一次，可不可以再放一次？可以，等答出来以后。不会吧？小丽媛啊。喂。又是我哎、欸！对，不要忙了，小姐。怎么办呢？我那儿，可是我第二个看的不是很清楚哎、欸。说出来，你跟我笑你有什么关系？一零四，好，一零四。第一个数字是三十五。第二个数字二十五。第三个数字是四十四。OK， 请挂电话。校长，答对了吗？我在学股市分析家。你看要出来哈、哦！要喷，要喷，要喷！讨厌！我不是那么好猜的。好了，可以提示了、嗯。啊，不能提示，提示有剥夺你们的权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提示只有他知道。还有没有要打？在每一个阶段可以有三个人，没有人打，我们就进入下一阶段了。好，刚刚那题没面子，对不对？啊，徐若瑄也会笑你。来，三十五加四十四加十一，答案是总的是九十。为什么硬答？居然不断答错了。废话，硬答当然答错了，对不对？想讨回面子。第二个提示 ，Check it out， 三千元提示。大家要听清楚哦。硬答是我吗？你又来了，来、啊、来，告诉我，我的答案是，不用那么大，人家还有一个阶段，不怕，还有一个阶段。跑回来了，有看到几个？两个啊，两个了。可以答，大部分可以答吗？现在啊，嗯，不行。现在答了也没奖金啊。第二个看不到哎，第二个看不到啊，老花眼睛啊。一千元，大家也要积极一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最后一个提示，哎，下去了。一千元提示。